竹叶金色的宁静哈，第二年宁静。啊，连春老师，我们连春老师，我们欢迎展品堂书堂主，老师师兄，还有我们伦敦雷藏寺啊信英师姐。还有我们这个明化堂啊，这个许师兄啊，我们深南广播电台龙台长龙师兄啊，我们天主的教士副主委啊陈德修师兄，以及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想我们那里对啊，你们听，今天爱讲台语吗？会当来当上好啦，因为阮阿丈因拢听台语较惯习。是吼、哦。因咱家的孙阿姐拢有对人听台语，啊，因呢，因是要听国语电话困难。好，我这边先问者，未晓听国语的请举手，国语听无的请举手。一个而已喔、哦哦啊啊、真舒适，這樣很厲害，這樣好，很好。我男在說啦，男在說，這樣大家直接請一句，這樣再去倒啦。這次是我第二次來我們地方主持佛會，為什麼我一直叫地方这个领导，伊讲国语，我叫我爱规定讲台语，我做不完的啊。所以我故意甲叫这个名字啦。哦，哇，不紧。啊，今日真欢喜，哈、哦，慢慢出来再一处，等来咱这个所在主持这场观世音菩萨的佛诞的这个超度法会。今天来到半路在车顶，我就跟阮陈师兄讲，我过去的第一届，迄阵第一届来的时啊，我带来兵将带五千个，啊，带五千个兵将，为什么今仔日来三万个？啊，今仔来三万个兵将。那么一波来，而且按这排位的时阵，哦，陆陆续续呢，有足多人进来。我就问咱法师啊，讲这段时间你有做什么款的超度法会，还是有做什么款的活动？啊，有邀请到其他外爷，哈、哦，诶，什么人来？啊，这段时间伊做主笔的，你知影？喺土耳其跳舞吼，第一叫托尼基啊，地当迄个国家，啊，好，地当迄个国家，喺地当迄个国家呢，即嘛咱政府中各界咧，拢发起一个乐观，啊，拢要搞运作。哦，啊，咱嘛有发起一挂活动，超度发挥，哦，伫咧个超度遐个往生的，哦，遐个受难者，所以讲整个咱政府总统的叮当，哦，物资啦、金钱啦，哦，也是讲咱个人做超度啦，哦，做足侪积福，哦，这段时间内会使讲各界咧，咱政府总各界。各单位通通有咧活动，那么这是咱大家咧，就讲这个地球啊，是一个迄个等于讲共同的生命体，啊、哦，共同的生命体叫做地球村啊，大家拢活伫这个地球，所以讲不管每一个所在都会发生啥代志，咱拢有一个慈悲心，唔甘，哦。
会艰苦。所以讲，咱有佛法，咱就用佛法；咱有金钱，咱就出一点仔金钱。吼、哦，有一个关心，啊，咱就出一份心。所以讲，关心别人嘛，等于关心家己。因为这个地球啊，这个世界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。就像今仔咱甲咱的祖先超度，甲咱万亲祭祖超度，超度因嘛等于超度咱，因咱是共同体。所做的功德不只是因的得到，咱家己得上济，因为咱是出钱出力的做，所以出钱出力做的人，功德得上济，因就得得做尔。所以讲这种代志呢，我的观念是活到老爱做到老，哦，活到老做到老，咱的祖先，咱就尽咱这世的力量，甲做甲超过到多，因去到多就去到多。哦，啊，咱会一定会比这世搁较好。哦，啊，子孙啊，因若有相信，人因家己就会去修。哦，啊，咱家己做家己做，那免去单讲子孙啊，因若无相信嘞，啊，咱唔着下刀诶，对吧？咱唔着下刀诶，啊，咱能家己做，家己做，家己念佛，一句一句功德拢咱家己诶。哦，啊，做一份功德嘛，拢咱家己的，也咱家己度家己，哦，即安尼咱才会自由啦，啊嘛才会快乐，哦，啊等于嘛讲报恩，哦，报咱的父母恩，哦，啊报众生恩，报佛恩，啊，即叫做四重恩，啊有四重，佛恩，啊师父的恩，啊众生的恩，哦，啊父母恩。哦，这个四重音，啊，像咱安尼做一场法会，就是报四重音，哦，超度咱的父母，哦，祖先，哦，啊，弘扬佛法，报佛音，啊，师父传咱佛法，咱家弘扬出来，这就是报师音，哦，啊，过来报众生音，咱的祖先嘛，咱的嘛是众生呢，咱的万亲祭祖囡仔大细。哦，祖先这就是佛祖的众生嘞。啊，佛祖叫咱度众生，是咧度人嘞，唔是叫你讲啊去度别人，才是咧度众生嘞。其实度众生就是度家己啦，自度，哦，啊这个度他人。你家己无法度自度，你就无法度度他人。啊，要度自度，就要学佛。爱修佛，爱学佛。你修到一个程度，你捌佛法，捌佛理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家己有正悟，你家己有力量，啊，你就用去帮助别人。啊，帮助别人，其实嘛咧帮助你家己。为什么讲，不论是功德也好啦，吼、哦，智慧也好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这些经历也好，拢是你的啊。别人敢有摕去？别人嘛摕袂去啊。所以讲，做过较侪嘛是你的，啊，唔做就是你，你可惜你不放弃啊，唔修嘛你放弃啊，对不？啊，咱人总是会有烦恼，哦，家庭啦、啊，种种东西会有烦恼。啊，若要安尼讲坐喺厝的烦恼，啊，咱就坐喺厝的念佛就好啊，啊，较袂烦恼，对不对？较早吼，我若讲吼。脚疼，啊，半暝拢爬起来哀，啊哀伊就安尼休啊休啊，呜呜，疼脚疼，啊我拢甲伊讲阿公，爬啊要哀吼，我教你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咯，阿弥陀佛咧，啊无你嘛教一句来救我啦，伊讲。听到要死啊！搁念佛，敢念会落？哦，啊无你干呐？他妈呼呼叫，呼呼叫！俺加了呀，变一句话，啊变一口气，啊你不是加了迄个气力吗？啊你念一句佛，就一句佛的功德；啊你若想想咧，就甲差一句来救我。好，伊甲讲，听到要死啊！搁念啥？无法度。所以这点咱来开通啊，咱来开通。不管是快乐的时阵，嘛爱念佛；
烦恼的时阵嘛爱念佛，身体无好势咧艰苦的时阵，咱嘛爱念佛呢。因为咱的心念到一个坚定的时阵，咱的心活走去，你就袂感觉有遐艰苦啊。你心若活走的，你就袂叫迄个烦恼甲你绑伫迄内底，根本跳袂出来。你若讲对痛，你来晓念佛，你袂感觉遐痛，因为你袂一直注目迄个所在，会注目讲哦，我这足痛，我这足痛。人拢是一个念头啊，迄念头你若活走，阿得规个都开化，那是叫做专念。那佛家叫做专念，你个念头活走，哦，你就生干个生疏。你活，你念头若唔活走，你就当遐受苦。人就是安尼，这叫做开通啊！哦，念会晓活活念头，哦，歹活做好，哦，啊烦恼咧，甲活来来念佛。咱唔是讲啊无，拢无关心啊，插头去去啊，歪管，哦，迄叫做活活念头，唔是，咱是甲念头活来好个遐。哦，因为咱人诶，譬如讲这是中，啊这边是欢乐诶，啊这边是好诶，啊你哦这边白咧时阵，你先该跳过来好诶这边，哦，就是念佛，叫做专念，念佛甲念头本来放伫这边咧欢乐，那个念头活来这边念佛，慢慢慢慢，你刷来中，啊就迄阵你就无烦无恼。爱食甲剩阿不多，啊！所以讲佛法啦，就是专念，哦，这个专念，歹的先来转来好，啊，再慢慢甲放下。咱人无一个寄托哦，真困难。你寄托伫遐烦恼迄个所在，你就感觉，啊，你甲转来好的这边念佛这边，你会感觉叫做安静的。哦，啊，就继续袂烦恼。啊，若讲会病苦、会病痛，你嘛继续感觉袂痛。啊，慢慢这个依赖中，安尼就，这就接近成功啊。两边呢，你拢袂执着，啊，两边拢袂执着，两边袂执着，咱才会快乐。哦，啊，这就是搁较悬的知识啊，搁较悬的智慧啊，伊叫做中观正见，中观。哦，中观，咱中国的这个儒家讲的讲叫中庸啦，中庸啦，啊中观啦，哦啊中道啦，这个爱学习较好。所以人一日要跳入去中道真困难，你先甲跳过来好的那边就好啊。哦，啊跳过来好的，慢慢学，慢慢领悟，啊再跳来中。所以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啊都有困难啊，都有他烦恼的所在，哦，啊有他感觉放不下的放不下的，哦，一个所在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咱人活在这个世间，人生咱，咱生人，这叫做世团世啦，哦，咱中台湾人说世团世，这个咱既然来到这，就莫紧张啊啦！爸母甲咱生来到这，咱就免紧张。为什么讲莫紧张呢？咱来开始用咱一点仔时间来学佛，用咱一寡生命，用咱一寡时间来学好的，对咱有帮助的，爱当互咱了脱的。啊，这个知识，你若学起来。后尾再来度恁厝的人，度恁老的啊，哦，啊无来度恁某啊，哦啊慢慢来感化恁囝，啊做互恁囝看，啊恁囝慢慢一直领受，就感觉讲阮头母、阮老爸，真正有咧进步。我甲你讲，啥物叫做现代化？毋是讲当看手机啊、看电脑啦、啊，哦，看迄。人拍飞弹拍去甲外太空啦，这叫做现代化，不是，不是，迄不是现代化，迄是啥？
什么叫做现代化？现代化就是讲，你有新的智慧，你会当会晓讲，把烦恼放下，你的生活会快乐，心情会轻松，人观念会开通，迄才是现代化。无迄种是老古板，唔是即卖科技遐有诶无叫做现代化呢？那唔是呢？但是咱爱有现代化诶头壳，咱是迄个物件是照咱用尔，咱甲照来用，咱用伫咱有需要诶所在，唔是去互用去，干那戆戆啊用戆戆用啊钱伫咧落去伫咧落去，啊钱互因赚。伊在那直直叹气，直直叹气，啊！啊，什么个一堆一堆一批批来，嘿，安尼偌济钱？你敢想会到？这位老菩萨，你敢想到？嘿啥？嘿，一堆堆来，为什么啥物事啥？这不是咱的钱吗？咱的囡仔是谁赚的吗？对不对？咱众生大家。国民大家赚的吗？啊，赚的，大家拢去饲遐好野人。啊，钱拢因咧赚，啊，钱咱咧开，啊，咱是巧话讲，对吧？咱是巧话讲，要开爱开有目的，咱来用咱要爱用的迄个所在，啊，开一撮钱，安尼咱会使，因为咱要用你就是爱开钱啊，先想的啊，但是免开遐过头啊。用啊，袂用开到过头啊！啊，一年两年都要换手机啊！啊，愈买愈好，啊，因就直直赚，啊，咱直直开，啊，赚袂愈开，对不对？我一支手机啊，用四年啊，用到外壳拢六百六块。我感觉你也会使用啊，我就继续用。我新妇顶工去刚换一支新的啊。我问讲迄支偌济，伊讲迄支30,000块啦。我甲用用诶，比我旧诶较歹用。我甲恁头讲，我咱真正毋通去甲湘婷讲诶。比我旧诶较歹用，搁较细腻。吼、哦，那30,000块毋来开得倒去啊！所以讲会用的就好嘛，对。咱不用遐侪功能，吼，啊，咱就只爱安尼正常安尼使用，啊，就会使就好啊。会当交际，会当交流，啊，会当计价，吼，安尼就好啊。唔是甲换一支新的，讲我迄支旧啊，讲我有三项旧啊，三项老啦，讲人嘛老啦，车嘛老啊啦，手机啊嘛老啊啦。查是讲无甲人换掉呢，车嘛叫我爱换，哦，阮车老啊叫我爱换，手机嘛甲我换掉啊，嘛过来咪甲我换车无，过来唔得甲我这老的换掉无，啊，所以讲老的才好用诶，你唔知。我虽然讲比阿桑应该较少岁啦吼，阿桑比我较大啦。我人生的经验有，大家老来经验大项有，但是上惊就是无快乐，上惊就是熬烦恼、熬操烦，啊，不然呢，精神歹，身体无好，啊，上惊就这三项啊。但是呢，什么嘢你会当控制？你家己的心你才当控制啊。咱人会老生性的，所以你若控制伊袂调，控制伊卖老，哦，啊，囡仔是侪有你家己的想法，
有因的因的观念，有因的交际，有因的外交，有因的迄落事业的迄个朋友团体，人伊甲咱阁无啥共款。哦，啊，着互因去发展，放互伊去，把紧互因自由，啊，咱家看咧安就好啊。哦，咱就是爱啥呢？有闲，你才过，啊，就爱入来，入来礼服。啊，因呐都有咧参，有咧举办花会，咱着啊坐咧点点啊参加。吼、哦，啊坐坐落啊，咱点点啊对人念，啊是人闲行遮过入来拜拜，啊入来遮念佛，念一点钟四十分嘛好。我伫厝要念嘛好，咱安尼修养咱家己，啊净化咱家己，把咱个念头渐渐渐渐，哎。越来好的这边，咱的家庭的改变，我讲安尼你要相信无？袂吼，嗯，我自己在公车坐唔到路。哈哈哈！啊，你够有理。我是甲足深的佛法用足浅的来讲呢。啊，无法师讲叫我讲台语呢。你若讲国语，我拢听不懂。就无遐大吼，但是足深的佛法，迄定爱用国语讲才讲会精彩呢。对啦，是啊。读册啊，我都拢无读册啊。啊，所以讲，我就用台语讲，甲足深的佛法用台语讲啊，足简单嘞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咱拄啊讲的，这个地球哦，是一个地球村，啊，生命是一个共同体。哦。啊，那用咱佛家的讲话叫做众生的生命是一如的，哦，众生的生命是一如的。啊，什么是慈悲？哦，讲无缘大悲啦，哦，无缘大悲。那跟咱无关系，跟咱无唔捌见面的，跟咱无亲戚关系，咱嘛爱感慈悲，感同情，哦，爱感关心。这叫做无缘大悲，所以讲整个整个整个生命合起来，啊，伊是法界，生命总个合起来是一个整体，唔是咱个人了，嘛唔是干那咱个祖先的代志了呢，个囡仔的代志了呢，唔是呢，是一个整体啊。古早的人讲啊吼，讲。一个人得到，伊久坐就超生，这句捌听过无？捌吼。但是真真正正的道理，阿道宾讲，你的久坐若超生，你才会得高位，怎迄有重要？所以讲，咱修行人也好啊，就是报四重恩，四重恩内底含着咱的祖先。观亲之主，甲有缘无缘的众生，拢含在即内底。所以报众生因，并不是代表讲，干那咱的祖先啊，万亲之主，而是一切的众生拢含在内底。所以讲，这个问题就是，咱的祖先哪会当超生，咱才会得到。这点咱来知影，所以为了讲啊，是安尼，阮的兄弟较侪的，阮遐祖先唔去找伊间婆婆要找我，但拢较好过，啊是唔去找因，啊我才歹过，干阿要来找我，这种的现象吼，我听足侪，嘛看足侪啊，有人安尼埋怨，讲你唔好埋怨，你甲祖先的缘较深。哦，你莫埋怨，个人有个人的因缘甲福报，啊，个人受欠的程度无同款，啊，咱莫有别想，咱乖乖啊，好好做，好好修，哦，啊，好好做报恩的工课。啊，若你若有这种的念头，我教你，你啊赶紧回去甲恁祖先烧香，甲恁忏悔，讲。是的，我不应该有这个念头，甲恁怨叹，啊，甲恁怨叹。现在我兄弟还好过，你唔去找你婆婆要找我，
哦，心肝内就不服，心肝内唔管，安尼就对祖先失敬，安尼伊就愈朝天要甲你顶，哎，愈朝天要甲你架死，安尼你敢会愈来愈好过吗？你袂愈来愈好过。尊公，咱有四个囝，大家三个拢平平啊，足乖，干那一个足歹。你对伊有啥物看法？有两种心态，爸母若有够威权，吼威权若有够，咱会使甲教育，吼是用想办法甲伊教育，互伊会当幸福，会当解脱，吼啊老母呢，老母就较慈悲、较疼囝，用感化的。因为这跟咱拢有关系，是安那，互咱生因叫别人生，对不对？啊，甲生掉啊，就是跟咱有因缘，啊，必须要用善良的方式来解决，啊，对，袂使用暴力，啊嘛袂使用管，哦，啊袂使用骂的、用拍的，绝对袂使。安尼，恁的业会愈重，冤仇愈结愈深，就安尼就歹透。所以讲，虽然伊是咱的囝，但是是咱生，啊，伊的好甲歹甲咱有关系，因为甲咱有因果。我顶天教一个，伊讲，恁问啥呢？恁问讲，因某嫁伊安尼，长期以来拢袂合啦，啊，见面就冤家啦，啊，讲无三句话吼，就大家面就热来，吼，啊，面就歹起来啊，就。就安尼，若看到我，我讲啥，伊拢未介意听就对啊。我讲你要听真啊，听假？伊讲我当广东人要听真的啊。我若要听真的吼，啊，伊阁是修行人呢，有皈依呢，伊嘛是老地主呢。我也讲，咱拢要修了脱的，唔是要修一时的。所以我教你一个办法，才会当彻底了脱你甲恁某。这种的冤，因为你顶世人你共欺负，所以一看到你就气叉，心就不服，啊看到你就解目，啊你讲到一声我就未介意，我就随便甲你扁断，啊破坏两母感情，家庭就未和好。我安尼变安怎讲？事出必有因呐、啊，你回去受忏悔法。伊讲，我也无唔对，是安叫我受忏悔法。讲你，这就是你傲慢啦。足侪人叫，足侪人讲，我也无做歹，我也无做唔对，是安叫我受忏悔法。讲安尼的观念，这是爱忏悔，这叫做傲慢。咱人啊，自古至今，转世几落世，你到底你做偌济，你甲人结偌济怨？所以讲。人讲，因两个有翁仔某会无？会透尾无？我甲你讲，好缘买做翁仔某，歹缘买做翁仔某，是要来报恩呢，要来讨债？是安尼呢？唔是讲啊，恁两个有翁仔某缘，就一定会当好头好尾呢？是看恁安那经营，恁有心无呢？你若有心要经营，你才会好头好尾呢。你若无心要经营，半途变质，也是讲你真正顶世有欠人，也是伊欠你，安尼绝对是冤家累积。即卖人哦，那讲来讲民主自由啦，唯我独尊啦，想要用管，想要用骂，想要用念，对，想要用看轻。无啦，甲你念两句啊，你就翘起来啦。啊，甲你应两句啊，较歹听啊，你就呸面啊啦。这个都是因果啊。啊，咱修行人若要了脱这种因果，就是彻底了脱。吼、哦，因为那是你甲你某顶世去做来的，你有业因伫身躯，要安那修忏悔法，甲母娘、甲佛祖忏悔。我过去世做了安怎，才
一直得罪到阮老婆，哈、那么这一世安尼，伊看我拢看袂欢喜，啊，我忏悔，甚至要受忏悔法。你迄个忏，迄、那个额头若甲忏掉，伊看到你眼神都无同啊、哦，因为你的气势也无同款，你发散发出来迄种气势也无同，迄、那个气氛也无同。迄修养无同，恁老婆看到你绝对唔敢，就袂安尼遐气插。人是一种气呀、啊，迄气内底有业因伫内底啊，业因散，安尼发出来是啥物款的力量啊？啥物款的经营啊？会造成你无同款的感觉，甲无同款的对待。有人看一看到就气插啊，所以讲，什么代志拢是因果，啊，什么代志拢是由咱伫咱的心的，唔是伫别人的心的。啊，如果别人若来问，我会叫伊忏悔；今日你来问，我会叫你忏悔，因为唔是伊来问，你回去袂使讲。师父讲你爱忏悔啦，伊讲你只爱忏悔咧，两个搁冤搁较厉害咧，本来有解才无解，哎，两个才无解，啊，煞落去，去金庙，啥物货样咧？叫我来忏悔，你唔好去。阮翁去讲叫人转来讲叫我忏悔啦，迄师父骗人，你唔好去，啥物货拄啥物货，哦，就安尼就度伊袂着。所以讲这种代志，就是讲你要做一个彻底究竟的，还是要做一个短暂的、暂时的，那就无同款。那做暂时的，你永远都不会煞，哦，永远都不会煞。啊，那去拄到迄神棍啊，神棍你听有无？强啊，你听有无？江湖术士你知无？讲到我迄代人吼，好讲到遐远，哎，还有一届偌济钱摕出，一届偌济摕出，了钱消灾啊，不干劳无效，要彻底解决咱修行人，要彻底解决咱对咱家己的心，对咱家己只头，头一个算一个，头一个算一个。啊，安尼咧，才会彻底。啊，把顶世的尽煞偷掉。哦，安尼，咱即世就会改善。两个阿母感情啦、家庭种种啦，就会改善。你包括讲，不管是甲咱有关系，尽煞偷掉。不是干阿公代志尔，有当啊，咱生的囡仔，咱生的囡仔有当是欠人的，有当是咱欠伊要来讨债，咱若受忏悔法，哦，尽煞偷去煞，不是干偷阿公的代志尔，因为上面在锁啊、夹头拢夹在你的身躯，你若对伊的身躯偷几个锁啊，总开起来。所以讲，这种现象啊，这种现象啊，是真实的佛法。阮人拢会造业，就是五万啦、啊，人的造业就是五万。啊，你五万，你就是袂唔甘愿认错，唔甘愿接受迄个现实面。啊，人拢看是现代，我若无做，唔就是啊，我来忏悔。人不是只有这世而已、人几多世啊，累积来啊，但是咱会当累积到这，咱个会当安尼有精神、有体力、有资源去学佛，你就免惊啊，无啥物未解决的，无啥物讲会讲偌严重啊。甲咱会当过来遮出世做人，佫有法度拄着佛法，佫一当拄着一个名师，甲咱传法，甲咱开教。咱只好好对伊学，好好对伊修，
咱即世就当了脱。您讲好唔好？啊，拄只咱的发挥，哦，咱的发挥，啊，观世音菩萨伫即个山头放光，然后由观世音菩萨甲咱护持，啊，护持即个山头，啊，护持即个村，啊，会当平安，啊，会当有光明，哦，啊，希望大家会当趁食，祝福啦。啊，舒服。所以讲，咱莲宗法师呢，伫这个所在起一片竹啊，吼，种啊下，吼。对，对咱这个地方啊，对咱这个地方是一个真好的这个机缘啊。尤其伫遮会当弘法，哎，伫遮会当做即个消灾救福，啊，甲超度净化，啊，净化这片土地，哦，啊，超度这片土地，而且会灵种，啊，所以讲后一摆发挥，那么阿上甲咱在尊的，而且啊长辈，啊，而且啊信众。你若听我讲安尼，恁听会到，吼、哦？你若认为讲安尼有理，恁转去爱好好念佛念佛，这一项，搁一项是恁爱来报名，哦，爱来遮报名，因为村内咧，你着交法师处理就好啊，哎，交处理就好啊，哦，免惊，因为。莲宗法师因嘛是发心要来做的，哦，所以因啊，甲你开钱，我会干嘛？特别唔得啊！哎，好咧。对，是，所以讲，但是较安那好嘛，爱恁家己开嘴，爱会记哩哦吼，爱家己开嘴，啊，家己报名啊，袂晓写，法师会甲你写，哦，袂要紧，迄袂要紧，你莫烦恼迄。当自然是迄、那个心发出来上重要，啊，至于讲迄什么事，迄无重要，吼、哦，对个无重要。所以讲，咱拄啊莲宗法师伫咧迄个讲欢迎词的时阵，伊讲今仔日安尼较欢喜，所以都甲安尼无纠结，请大家卖烦恼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是感觉足纠结的啦。嘿，安那讲足，安那讲足纠结，真若有摕出来就纠结啊。好啊啦，哦，真若摕出来就纠结啊。哎呀，真无摕出来就无纠结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咱传伊人。做善良，做公益，哎，做善良，做公益。啊，讲一寡咱土话，啊，讲一寡咱的台湾的迄种本土的，拢听有。啊，我感觉都有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味啦，台湾味，哦，都有台湾味，啊，佫都有意思的。哦，做有意思，讲纠结，这就是纠结。啊、哦，所以讲，希望下一届，若有任何一场发挥，啊，啊，有倒一个上师来主持拜忏啦、啊，什么发挥啦、啊，我希望咱在尊的，啊，咱个会当个，个巩固较快嘞。啊，去加强，也紧，啊，让大家了解，哦，啊，咱的这两位菩萨，啊，甲这位师兄，啊，斗功德，啊，斗功德，我讲的这，恁若听会到，你就爱甲恁遐的朋友、同事啊、亲戚，哦，厝边隔壁，哦，亲戚古早有机会咧开讲的时候，讲一挂互恁听。好、哦，太阳，太阳底下，大家底下呢，欢讲一挂欢乐的代志啊！哎，这个这吼、哦，不但有功德，
哦、有两点好吧？对对，啊，过来呢，咱的念头在愈来愈单纯，念头在愈来愈正，才袂搁直直进入去。因为这个世间就是安，靠咱家己行得出。啊，若有一群人咧带，紧带就紧好，紧带紧好，紧带紧好，啊，就紧带就紧行得好，行得好去，就叫做种大众的力量啦。哦，啊，拄着好朋友，啊，朋友甲咱久久啊，大家斗阵久来时阵，人伊都真观念真正，哦，啊，斗阵久，咱嘛会有影响来，啊，若歹朋友，咱嘛会有拖去啊，同款意思嘛，哦，有好朋友就甲咱拖来好的去，歹朋友就甲咱拖来啉烧酒，啊，哎，所以讲。这个问题，咱就是学中观正见，吼、哦，学中观正见，偏一边的烦恼，那边的歹，那边啥个放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换对好的这边来，啊，慢慢再换你正中来，安尼咱烦恼就无起，啊，咱就会真安静，哦，啊，真理解，吼、哦，啊，整个迄、那个。观念，各项拢会比较，拢较好、较清净，哦，啊，咱就较有快乐，啊，较有迄个精神，啊，无你都拢互你烦恼、烦恼掉去啊。咱人的精神是爱培养的呢，爱培养的呢，你精神才有可能保持拢安尼，好势好势安尼，哦啊，光彩安尼，啊，若无是，念念咪就互咱的烦恼家用掉去啊。嗯，所以讲，第一，先活对好的来，哈、啊，学好哦，啊，把烦恼先放下，卖阁继续安尼烦恼落去啊。然后人烦恼熬操劳的，对无？系啊，所以讲人诶，爱家己念头放下，哦，烦恼平常时放下，活对好的来，安尼紧来紧有精神，哦，啊，身体就会健康。哎，啊！你去精神好，健康好，哦，啊，食好穿好不倒，哦，哎，啊，厝内呢，就开大行好，事对顺利，啊，对行行拢好，一定是安尼，因为咱有一个主，咱心中有一个主，啊，咱有一个徛的条，哦，啊，咱出的做厝内的主，咱就会晓要安怎发落。哦，阿边啊，烦恼在好势，啊在公平，哦，啊对囡仔有一个疼惜，有一个教育，有一个看家，啊有一个感化，啊你进来，咱厝才发展，吼、哦，唔是讲，干那一个烦恼，伊家己就会发展，无可能的代志，一定是爱咱去经营，啊、哦，咱用好的方法，用对的方法，啊来修行。啊，来过日，啊来，甲厝的人斗阵，你安尼才有一个正面的，哦，正面的行动。啊，修行嘛是啊，啊，修行嘛是啊。啊，佛家讲断烦恼了生死啊，所以讲啊，先把烦恼放下，换倒过来，换来善念，然后才渐渐换来中观正见。安尼心就安静啦。啊，等到你拢有法度好把握，有迄个定力的时阵，你就接近成功啦。啊，接近成功，娶新妇啊啦，知道不？你要成功啊！听有无？有吼，特别讲你娶新妇啊啦，你就要成功啊啦！啊啊！所以讲这个道理，我想大家拢想有啦。但是咱生活中的弟子，我讲安尼，你就知影。为什么我用台语讲讲到遐白？啊，其实伊道理真深，啊，伊道理真深。我是用因听有诶话来讲，啊，因听有诶话来讲，系啊。啊，第二届来咱这个所在啊主持法会，想袂到嘛是搁要求我爱用台语讲，啊。
啊，这个场面看起来后下来就是要准备台语啦。啊，要准备台语，啊，那你招较侪人来呢？我讲台语，安尼才许你阿妈招来比这国语较侪。来，我中啊，我中嘛，家嫌来，会使，哦，你去遐台语的吼，阿妈比这听国语较侪，哎，安尼你就成功啊，哦，好，阿妈来，咱今日讲到这，哦，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平安，哦，啊，事业顺利，多赚钱。啊！伫今年内底，今年当兔年平安啊，一切顺利快乐啊！多谢大家。